在革命尚未成功，把我同志从我自己买疫苗开始，我就发觉到我心中是不是都有人民。大家都说我是政治的新兵，其实政治新兵可以学习，但是改革的决心我对自己是充满信心的，我的民调也一直在上升。我相信朱主席会很公正的征召民调最高的人，因为最想要让国民党胜选的人就是他。